阿布麦克三改装，这是改好的样子。1.5K 碳摇臂 SLP 握腕，加大出线口，增加出线距离。麻花棒两端升级两颗轴承，增加收线顺滑度，增加泄力。报警发生中，鱼出现声音。改好后，整体转动轻盈，线杯转动顺滑。打开侧盖，升级了一颗半陶瓷轴承，威武的浅线杯加上线杯半陶瓷轴承，抛投小克重的饵更加轻松，距离更远。改好后换下的原装配件都有机会。